哎呀，没死人哎！愿望已被时间风干，划着记忆的船，到明天，我们有多久不相见，到彼此会怀念，经过多少年。不，这怎么可能是于子睿写的那么好听的歌？于子睿写的，不行了，我必须得出去找找灵感。郑国旭，对不起，打扰一下，我们是娱乐周刊的记者，有几个问题想打扰一下。别拍我！我说别拍，我听不见吗？我们采访你。如果你要采访，我可以。去跟我的经纪人预约，我不接受临时采访。听说你最近客串了电视剧《风华绝代》，请问您在剧中和文文之间的恋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呀，说一下呀。你说什么呢？哎，文文并没有否认这一传闻，并且网上流传出了你俩大量的亲密照，请问这个你怎么解释呢？据说你不止文文一个女友，曾经有女人和你同居，是不是真的？请你解释一下，对吧？请解释一下吧，我们都很想知道，解释一下吧，好吗？说一下，解释一下好不好？你们正面说两句吧，我解释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都很想知道，真的呀？你跟文文解释一下吧，好吗？解释一下我们的问题吧，解释一下吧，好不好？解释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回答一下吧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们回答一下，我们说一下，是。哎，郑国旭，您说一下吧。哎，郑国旭，说一下，走啊，说一下吧，郑国旭。哎呀，你走啊，您能解释一下吗？郑国旭，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？走开！别跟着我！回答一下我们吧，解释一下吧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郑国旭，别走啊！你就是杨真真，我知道你刚来公司不久，但是工作方面表现很出色。这件事情的确是你的责任，但是我不怪你，因为你没有经验嘛。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就想办法解决它。真的解决不了，就通过法律途径吧。现在郑国旭家门口全是记者啊，你赶紧去，帮他解围。对，盯住他，别让他看见记者，我怕他乱说话，这样就更不好办了。好。哎，你们等多久了？我来的晚俩小时，他们有的上午就来的，还有埋伏好几天。郑国旭在家吗？周刊的人说在地下车库堵到过他，但是什么都没问到就被他跑了。我今天就在那死盯，我不信他们说谎。哎。我们部门老大说了，这个料我要是给报实了，给我一个礼拜的请假。哎呀，这郑国旭还真是娱乐圈里的哆啦 A 梦，只要盯住他，八卦新闻啥时候掏啥时候有。还真是，只要我跟着他，趟趟都不走空啊。请问您住这儿吗？你认识住在这里的明星郑国旭吗？你都谁啊？哎，我们问你几个问题，你澄清一下事实就行。开门啊，郑国旭！去。干嘛？他们侵犯我人身自由，我要出去。你这是跟他们那么多人哪干得过？让开！不行，不行，你绝对不能出去。
不是故意的。那你还不拿开？你回去冷静一下吧，我求你了。你让我怎么冷静？我饿了，我要吃饭，为什么不让我出去？当艺人的不是经常都挨饿吗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他人肯定就在里边，咱们今天啊就在这候着。我连帐篷都带来了，我们主编说了，夜宵啊全报销。哎，郑博旭啊，我们也是你的粉丝，你开门聊聊呗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刘一楠派你来监督我们，保护你。保护好，那你出去把他们请走。你走了，回来吧。就又进去了。这帮人就是一帮疯子。还好你没出去，要不然指不定什么样。你没事吧？算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今天要实在饿的话，也就忍一下。要不然你要出去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保护你了，已经超出我能力范围之外了。你保护我？没有开玩笑。我们现在。